来得早，刚好把卫生打扫好了之后，就在这里臭美了。超级爱臭美的我，每天都要打扫卫生。今天我连早饭都还没有吃，把卫生打了，就在这儿开始给你们臭美了。这个杯子是晶晶的粉丝送给我的，漂亮吧？金黄色的，特别适合我的气质。我今天早上不想吃早饭，唉，这是口红，流上了我的口红印了。很多人都喜欢丝袜，问我怎么不卖，我就喜欢臭美。然后你们关注我了，我不是要发点福利给你们看。有人了，今天就不好意思臭美，看一下。我屁股都疼，我又不好意思，要兜住，一下露出来了。穿袜子了，不能穿这个带底的，带底的打指甲都看不出来红色的。一大早就在这儿开始给你们臭美了，这样穿起来肥不肥？今天来这边就有了。又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神圣，一个人像是好了永远还没在一起，爱上他，尊重他，怀念他，忘了他，来了全世界又成为了个家庭，我愿意这样做。